我是刚刚那头上了，2009年8月5号，在北京淡水新线起点站，建设8分所拍摄是开往象山。刚应该是我们刚刚的时间没到。对面是看北头的高阳县刚刚过时间连上。今天精神很好。门关闭，车门，去按暂停，关闭车门。你说比起上个礼拜差好多。这边是西山八一线，开往淡水。就开始新的合约。我是设定，就讲好了，八一要开始。站到我
帮忙啊。嗯。芝山站到了，谢哥啊，你好，拜拜。太阳哥。